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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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学习，我们准备要讲辩中辩论。这是唯识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论点。那我们在这个讲这一部论点之前，当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这部论点在大乘佛法中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汉传佛教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就是我们汉传佛教有八个宗派，但是在印度的佛教历史上，那大乘佛教呢，就是主要有这个三系。那这个三系是近代太虚大师、应顺法师他们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归纳。这个三系呢，就是有关于这个中观这个系统呢，禅定老把它称为是这个性空为名。那还有关于这个唯识系统，这个印老把它称为是希望唯识系。那么还有一个系统，就是有关于如来藏这个系统呢。如来藏这个系统，那印老称它为就是真常，讲真常，讲真心，真常为心系。这个三个系统的思想，也就是我们讲整个大乘佛法它的思想的因缘，大体不外乎这个三个系统。那其中像这个中观这个系统呢，它的出现大概是在佛灭后四五百年这个时期，它是以这个般若经的思想，般若经论为依据，然后所形成的一个修学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主要人物就是像龙树菩萨、龙树提婆。重要的论点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根据这个宗派的思想发展到中国，就是就形成了中国的三论宗。那这个中观的思想呢，在藏传佛教影响也很大，比如格鲁这个系统呢，他就是非常的推崇中观，以中观的思想作为最究竟的见地。那中观思想呢，在这个自见上，它主要就是要觉示的一切诸法不自性，所以叫缘起性空，就是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自性是空的。这是这个中观呢，就是中观的特点。那维持这个系统的思想，它的出现大约应该是在这个佛陀灭后九百多年。那他所依据的典籍啊，那么在唯识宗里边讲到有这个六经，其实比如像解脱密经，像楞伽经等等，那其中呢，应该是像解脱密经啊，它是唯识写的，不共的，非常重要的经典。那这个唯识写的，它的这个开创及它的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有弥勒菩萨、弥勒无着世亲。弥勒菩萨呢，就是初祖，这个弥勒无着世亲。那在这个从这个思想见地上来说，思想见地主要是讲一切法维持。那么对于空和有的问题，唯识宗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就是在这一点上来说，中观呢是依据三二谛，根据二谛啊，来建立他的这个修正的系统，建立他的中道见。那么唯识学呢，是根据三性来建立正见。那么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一部这个论点，这部
殿中颠论，它就是一部唯识宗啊，这个讨论中道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典籍。那么唯识的思想在讲到中道和中观思想，讲这个中道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们今后在讲这部论的过程中我们会提出来跟大家讨论。那这个唯识学的思想呢，在中国的佛教的历史上这个影响也很大，就是从这个南北朝的时候，真谛来到中国，他就翻译了大量的唯识的论点。那么到了玄奘从印度回来，那么重点呢也是以翻译唯识的典籍，弘扬唯识，并且建立了唯识宗。所以这个是就是唯识。那么通常中观被称为空中，唯识呢被称为有中。这个空中，因为中观重视讲空这个特点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心经》260个字，这个260个字里边，其中空、无、不这个三个字啊，就占相当的数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般若经论，中观的这个般若经论，它的表述的方式方法是以破是以否定为主。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开头呢就有一个八部的偈颂，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来亦不去，不依亦不异，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通过缘起的智慧来破除自性见，那么这个是中观思想的这个特点。所以中观讲空，因为这个空它的重点就是要否定我们凡夫的自性见。那唯识呢称为有中，也就是探讨这个缘起存在的现象。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唯识啊，这个唯识呢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这个认识与存在的关系，我们的认识和这个我们这个认识到的这个存在的世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同时呢唯识对于我们
人类的这个心灵的世界，包括意识、潜意识，以及呢，对这个世界是如何缘起，世界是如何开展，还有呢，对如何修菩提心，如何修广大的菩萨心，都有着非常详细的讨论。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把唯识中观这个在这个修行上，他吸收的这个中观的见地就是身观，啊，同时呢也吸收了唯识的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称为广行，身观广行。所以这个是空中有中，就是中观学、唯识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大乘佛教思想中呢，还有一个如来系、如来藏的、如来藏的思想。当然，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呢，这个他也是讲这个心跟这个唯识的系统也是有一定的关系，跟这个唯识的系统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旧义的唯识里边，不仅仅讲到这个妄识的层面，同时呢也讲到这个清净的识，比如像这个真谛方印的唯识里面，他讲到这个八识啊，它有两个层面，有染污的层面，还有这个清净的层面。尤其呢还讲到第九识，就是无垢识。就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唯识学事实上呢不仅仅是包含着这个妄心的这一面，同时也包含着这个清净心的清净心的这个层面。但是在这个太虚大师，这个像印老，他们把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分为三大体系。三大体系也就是把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就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独立的系统。当然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玄奘所翻译的唯识，那么它确实是偏向于妄识，所以称为希望唯识句，它只讲到妄识，没有讲到这个真心这个层面。但是这个佛教讲到这个真心的这一块呀，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关于这一部分的经论也是蛮多的，比如说像这个楞伽经啊、楞严经啊、涅盘经啊、圆觉经啊、
圣曼经啊，这一部分思想呢，对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影响都非常的大。我们汉传佛教啊，比如盛行像这个天台、华严，像禅宗，跟这个都有关系，跟这一部分呢经论呢都有渊源上的，都有渊源上的关系。就是早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涅槃经翻译到中国，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样的一个思想基本上就深入到这个民众的心目中。这个禅宗的弘扬，禅宗的兴起，禅宗的弘扬，基本上呢也是被这样的一种思想继承。因为这样的一个见地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会对于我们的修行成佛提供了一种信心，提供了一条捷径。信心是因为它让我们了解到了，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是可以成佛的。就像六祖坛经里边一开头就说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悟此心直了成佛。那么这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介绍了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菩提自性本来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见地，所以这个如来系统的思想在中国佛教啊也算是深入人心。但事实上呢，这个三个不同语系的佛教啊，它是具有互补的作用，具有互补的作用。就是比如说像中观这个系统，它对扫除我们的自性见，破除我法二执，它是有独到的作用。就是它对这个自性见的扫除是非常的彻底，那像唯识的这个系统，它对于我们了解我们的这种妄心的差别，它是帮助很大。因为我们凡夫呢，事实上我们是生活在妄心的世界里，我们的生命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迷惑的系统，一个是觉悟的本性。这个觉悟的本性呢，如来藏的这个系统所
说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的迷惑的系统，我们的妄执的这个系统，我们首先所要面对的是我们的妄执，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这个迷惑的系统。我们学过修行的，首先是需要摆脱我们的迷惑的系统，然后才有可能啊，这个体悟到觉悟的本性。所以从去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弘扬六祖坛经。但是我讲六祖坛经呢，我是讲了一个是什么问题呢？我讲的题目是顿与见，就是讲这个顿与见的关系。我们欣赏顿教法门，我们喜欢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是呢，我们的根基不够，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高深的法门啊，最后我们就变得够不着了，最后就变成是一种口头禅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需要给他搭一个梯子，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个见教的一个学习。那唯识宗的修行呢，它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见教的修行的次第，同时帮助我们对我们这个妄执迷惘的生命的迷惘的系统，对这个妄执的差别能够有一个详细的认识。那么包括我们的认识和这个存在的世界的关系，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说明。所以这个唯识的这个教法，对我们现代人学佛，我们会学习起来会很亲切，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自己。那同时呢，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见地呢，它会给予我们成佛上提供了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学习唯识的时候，想到成佛要，要三大阿僧祇劫，遥遥无期。我们对在这个修行上啊，我们就会变得没有信心，就会松懈。但是呢，我们如果学习了这种如来藏的见地，学习的禅宗，我们会知道这个成佛修行啊并不难，因为我们所要成就的这个佛菩萨的潜质，在我们的内心的当下我们就记住。我们只要拨开迷雾，内心的迷惘，我们当下就可以体认到。所以这些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见地，在这个修学佛法上呢，其实它是可以给予我们不同的帮助。所以他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那么这个就是刚才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大乘佛教的几个系统的思想的不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本论这个
的作者。这部论呢是应该说有两个作者，一个是弥勒菩萨，还有一个呢是世亲菩萨。由弥勒菩萨做这个颂，由世亲菩萨呢解释。那我们知道这个弥勒菩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下一任佛陀。现在呢，目前呢，住在哪里呀？住在这个刀帅内耶。那么有关于这个跟这个弥勒菩萨有关系的这个经论也非常多。那么其中像弥勒上身经、弥勒下身经都讲到这个关于弥勒的净土。弥勒现在，弥勒菩萨现在在这个兜率内院说法，那可能要经过这个多少多少劫以后啊，他会来到这个人间，荣华三会说法，广度无量众生。那在印度佛教史上和中国佛教史上啊，有不少高僧大德啊，他们圆寂了之后都回向往生到弥勒净土。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中国佛教唐朝以前啊，这个弥勒净土非常盛行。就是因为弥勒净土本身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它有多种不同的关系。首先它都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同一个世界，首先在地理位置上来说它更近。还有呢，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呢，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下一任佛陀，所以有不少这些高僧大德呢，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有不少高僧大德，他们在这个学法的过程中啊，在修行的过程中啊，这个出现一些疑问啊，他们就会入定上升到刀率内院，直接请教弥勒菩萨。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好像什么道安大师啊，什么什么这个西隐老和尚啊，都有过这个上升刀率内院的这样的经历。那玄奘、三藏，他的归宿肯定也是这个上升刀率内院。那么去亲近弥勒菩萨，希望未来呢能够跟弥勒菩萨啊一起来到这个人间，就是成为弥勒菩萨的身边的重要的弟子，来弘扬佛法。这个是，那么这些记载呢，我们在这个过去的很多典籍里啊都能看到的。那弥勒菩萨呢，在大乘佛教的经典里边啊，他始终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像华严经、般若经、维摩经、宝积经、解脱密经，其中弥勒菩萨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像这个华严经里边有善财童子53参，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有关于对弥勒菩萨的这个称法。
像《解深密经》里边专门有一品叫做分别瑜伽品，分别瑜伽品。那么这一品的内容就是佛陀专门为弥勒菩萨，为弥勒菩萨说的，就说明这个弥勒菩萨在大乘佛法里边啊，他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么弥勒菩萨呢，从唯识宗的角度来说，这个弥勒菩萨跟这个唯识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被称为是唯识宗的初祖。以弥勒菩萨名字出现的论点有很多论点，那么其中比如像藏传佛教，这个藏传佛教认为有五部大论，五部论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从我们汉传佛教这个系统来说，我们看到的跟弥勒菩萨有关系的论点啊，也有几部都非常重要。尤其其中呢，像一切师地论，这个一切师地论一共有100卷。我们讲到这个唯识的论点，一共有100十支。这个本和支，就像身体和四肢，身体是根本，这个四肢跟身体是什么关系啊？这个四肢就是从身体长出来的，它是身体的延伸。那么唯识宗呢，以这个一切师地论作为本论，根本论点，然后由这种根本论点派生出来的有十部论点，比如唯识20论啊，唯识30论啊，什么辩中边论啊，大乘庄严经论啊，色大乘论啊，阿毗达摩杂集论啊，这些不同的论点啊，它都是唯识，它都是一切师地论的一个不同的某一部分内容的延伸。那么我们知道，也就是说一切师地论是唯识宗的一种最根本的依据点。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还有辩中边论，就讲中道的，像大乘庄严经论，就是专门立足于菩萨地，讲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的一部论点。那么在藏传佛教里边，藏传佛教的学习啊，他们要学像格鲁这个系统呢，他们要学习五部大论。那么其中呢，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论点，叫做现观庄严论。这个现观庄严论呢，就是对般若经的解释。解释般若经的一部最权威的论点，我们汉地对般若经解释最权威的论点是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但是在藏传佛教是以现观庄严作为最权威的论点。那么还有一部论叫做变化法性论，这一部论呢是近现代法尊法师从藏文里边翻译出来，翻译成汉文的。那么在藏传佛教里边好像还有究竟一乘宝性论，讲这个如来藏的。那么以弥勒菩萨的这个名义下出现的这些论点，在大乘佛法的修行里边中，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除了这个本论之外，和弥勒菩萨相关这个还有两个人和本论相关的，一个是无着菩萨，一个是四心菩萨。这个弥勒菩萨他是住在都在内院，他的法是怎么传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呢。那么在这个印度佛教史上的这个记载啊，那就是通过无着菩萨传出来的，通过无着菩萨传出来的。所以无着菩萨呢，他是这个唯识学这个创立的一个非常在这个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那另外一个人物呢，就是四清菩萨。四清菩萨呢，他是无着菩萨的弟弟，他们是兄弟两个。我们如果说这个无着菩萨他所扮演的就是唯识学的一个创立，那这个四心菩萨呢，就是对这个唯识学的理论体系的这个完善。所以四心菩萨的这个有两部论点，除了对这个辩证辩论的注释之外，比如说唯识二识，唯识三，根据这个唯识二识论、三识论，那么后来呢，就是形成了这个成唯识论。成唯识论也就是对唯识三识论的众多的注释汇集成的一部论点。那么这一部论点基本上成为我们中国唯识中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的典籍。非常重要的依据的典籍。那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部辩中辩论啊，就是由四心菩萨做的注释。那么前面我们对这部论的作者这个大概做了一下介绍。我们从这个作者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部论啊，它是它的一个权威性。那么这一部论呢，它的这个组织，先大家讲一下这一部论的组织结构。这一部论的组织结构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论呢，就是它有这个长寄送和长行两个部分，翻开就能看得到，有寄送，还有长行，这个长行的内容呢，就是论约这一部分啊，就是论，这个论就是对这个寄送的解释，这个送。颂就是四心菩萨啊，颂就是弥勒菩萨写的。那这个论呢，就是四心菩萨造的。那么从这个寄颂这一部分来说，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辩中辩论，一共有115个颂，整个从头到尾一共有115个颂，比起我们上一个学的什么论啊，入菩萨行论，在分量上啊，那就少了很多了。我们写的入菩萨行论多少寄颂啊？有900多个寄颂。
那这个辩中辩论呢，只有115个偈颂。但是因为这个，我们光是学习这个偈颂的内容啊，要把这个内容能够完整的开显出来呀、啊，还是有点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一次讲这个偈颂的内容呢，最主要是要结合这个长谈来解释，重点是解释长谈。那么要把这个长谈都读下来，那这个内容啊也就多起来，也就多起来。那这个115个颂呢，最初的一个颂就是第一个颂，就是归敬颂。最后一个颂呢是功德回向。这个是印度人啊，他造论通常都有这样的一种规矩。规矩就是首先我们在学习一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个这部论的传承，这个它的作者以及相关的历代祖师，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归敬顶礼。那么最后学完之后呢，就是我们需要把功德回向，需要回向功德。那么这个两个偈颂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长谈，就是世亲菩萨造。那么中间的113个颂就是称为本颂。这个本颂呢，就是弥勒菩萨造，也就是除了中间的113个颂之外，其他的颂和长谈通通都是世亲菩萨造。那么这一部论呢，一共有分为七品，就是要谈所谓七品啊。我们怎么来了解七品？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事实上就是他要告诉我们，这一部论他要探讨七个问题，也就是这一部论它是由七个方面的问题。七个方面的问题组成的，也就是有七个主题。一品我们可以把它说为是有一个主题。那这个七品的内容就是变相品、藏品、真实义品、修诸对治品、修分位品、修德果品、德果品和无上乘。大体呢，它应该是包含着佛法修行中的静、行、果的内容。静、行、果这个三个字，也就是包含着佛法修行的一个系统。我们讲佛法的修行啊，大体上这个它是一个体系，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呢，它大体上是由三个方面组成。这个三个方面，首先是境界。所谓境界呢，就是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要解决的是认识的问题。我们知道佛法，这个修行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解。八正道其实也就是一个修行的系统。那在这个佛法修行系统里边，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认识的问题。
认识的问题就是包括就是要帮助我们树立正见，对世界、对生命的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要摆脱我们对生命的这种迷惑的认识、错误的认识、迷惑的认识、错误的认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切烦恼、痛苦、生死轮回的根源。那所以首先呢，就是要树立正见。所以每一个宗派呀，我们讲到佛法，不管是这个人天成上法，还是声闻成的佛法，还是大乘佛法，那么每一个宗派呢，都有自己的正见，都非常重视这个正见的树立。那么同样的，作为这个辩中间论，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认识的问题。然后认识问题解决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修行，要去实践如何把这样的一种认识把它变成你的认识，变成你的见地，变成你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实践的部分。那么最终呢，就是结果，通过这样的一个实践之后，最后你的修行能够得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进行果，理论、实践、结果，一个是认识，然后到实践，然后再到结果。其实佛法的很多这些经典啊、论点啊，它大体上都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建构，大体上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建构。所以这个大体上是一个佛法经论的一个大体的思路。所以这个是这部论的内容。那我们在学习这一部论的过程中呢，事实上也就是围绕着这一部论，它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主题，比如通过变相体，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变相体的学习，来帮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宇宙人生它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每一品它都有一个主题，都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内容的学习，最终帮助我们获得一种相应的一种认知，或者一种这个就是在修行上，就是解决某一个问题。那这个讲的是这部论的这个组织结构。然后呢，下面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一部论，在这个唯识中的论点里边啊，它是具备有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就是本论的特色。首先这一部论点呢，这个它的主题思想呢，主要就是讲中道，讲中道。我们看这个论的名字，我们在学习佛
佛教的一些经论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需要这个要重视，要知道这个每一部论的名字，它多半都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这一部经论的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什么？比如说地藏，地藏菩萨本愿经，它讲的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不同的经典经论名字，它都在告诉我们这个论的主题思想。那辩中边论，事实上就是要辩，就是要讨论什么呢？中和边，中就是中道，边就是边界。那唯识中呢，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认识中道和边界？什么叫中道？中道这个中道就是一种如实之道，就是一种正道。那这个中道呢，它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比如说从认识上，在认识上呢，就是要远离边界、邪见、边界。那么在这个修行上呢，在修行上来说，这个中道就是给我们提供的是一条正道，比如八正道，这个八正道。这个佛陀在这个最初说法的时候提出八正道，八正道。那么在这个修行的方式上，比如要离开这种极端的苦行，自苦其身无益的苦行，和要远离这种放纵欲望，觉得这个都不是一种这个正道。那佛陀的他所建立的修行，那就是以一种理性智慧，在这个正见的基础下，然后建立一种中道的德行。那么这种中道的德行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导向出离，导向解脱，导向出离，导向解脱。所以中道呢，有认识的层面，那么也有呢这个实践的层面。那我们在这个辩中辩论里边呢，当然首先是从认识的层面，然后同时呢根据认识的层面，根据这种正见智慧所建立的修行，那就是属于德行方面的这个中道正道。那么在辩中辩论里边，像比如说像第一品辩相品，它整个就是围绕着这个三性。当然三性在辩相品里边重点是讲二性，就是我们讲三性就是辩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通过三性来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世界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就是那么变相品，还有变相真实义品。真实义品是通过三性，也是通过三性，用三性来这个帮助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来建立正确的认识。那么还有到无上成品，最后一品
也有关于中道的内容和中道的修行。所以就是在这个整部辩中辩论里边啊，基本上是贯穿着从开头到最后都贯穿着这种对中道的认识和中道的修行。所以这一部分为什么叫辩中辩论呢？真是名副其实，名副其实。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这一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主题。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这一部论点是龙色三乘佛法凸显大乘不共。龙色三乘佛法，我们知道这个佛法有声闻乘，有大乘。那么很多这个大乘佛教的经典啊和经论和小乘佛教声闻乘佛教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产生一种对立。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中来说，这个学大乘的人可能瞧不起学小乘，学小乘的人呢，这个声闻乘的人呢，他不承认学大乘，他认为大乘非佛说。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才有大乘非佛说，在这个印度佛教历史上，这个部派佛教时期就有关于大乘非佛说的说法。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唯识的论点呢，像《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辩论》《十二大乘论》，他们都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方面要证明大乘是佛说的，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证明就是大乘不仅仅是佛说的，而且大乘比小乘要殊胜，更殊胜。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会有这样的认识，其实呢，这个跟我们所学到的经论的这个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像大乘的有相当一部分的经典对这个小乘佛教啊是持一种对小乘声闻乘的佛教声闻乘的学人，他是持一种批判贬低批判的态度，包括像维摩经，维摩经啊，就是对那些声闻的这些最权威的人物，舍利弗啊、目犍连啊，一个个都被批判。要南传佛教的人看到这个，肯定气坏了。就是，那如果大乘作为大乘的学者，批判声闻的这些学人。那同样声闻的佛教声闻的这声闻佛教的学者，他可能就不接受不承认大乘，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唯识中的经论它就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唯识中的经论里边这个一切师地论呢，一切师地论它所建造了一个前面的这个五十一卷，它讲的就是这个，他就是根据这个三乘佛法的修行，这个建造了一个整个大乘佛法的修行体系，其中包括人天成的修行，然后再讲到声闻乘佛法的修行，然后再讲到大乘的不共的修行，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像
宗喀巴大师的道次第，事实上呢，他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建立起来的。那么解脱道呢是基础，解脱道是这个人天成，解脱道是大乘佛法建立的。就像我们这栋房子，三层楼、四层楼，那人天成身为的解脱道，就像一层楼、二层楼一样，然后大乘是三层楼。那也就是说，大乘佛法是离不开人天成和声闻成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把这个基础忽略了，大乘的修行啊，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空中楼阁，我想呢，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乘为什么就是流于闲谈，没有办法真正落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个变中变论里边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维持的系统里边呢，他就重视这样的一个基础和次第。像变中变论就是这个每一品的内容的探讨，其中包括像变战品啊，变这个修对治品啊，修分位品啊，修德果品啊，每一品啊，他在介绍这个修行结果以及修行的内容上的时候，都非常重视这个声闻层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提出大乘的不共的地方。那么尤其最后一品叫做无上乘品，无上乘品最主要就是凸显的大乘佛法的这个不共所在。这个从这个所言无上、正行无上到这个结果，也就是大乘佛法跟声闻乘，我们刚才讲到佛法的修行分为进行果，那么这个无上乘品就是从进行果三个方面来体现的大乘佛法的不共，大乘佛法的不共。所以变中变论呢，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样的一个特点呢，既有利于我们跟这个大乘学人，跟这个声闻层的学人搞好统战关系，同时呢，我们也能够认识到大乘它的这个不共，它的殊胜究竟在哪里？这个非常好。那么以上呢，我们大概对这个论啊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七点了，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啊？